里的喀果有，东边的约克巴桑有，德宏的格蒙有，剑川的阿鹏，剑川的阿鹏，阿鹏，阿鹏。哎，怎么把路给挡住了？没看见轮子掉了。哎，小伙子，帮忙修修吧。我有急事啊。我们也有急事啊。是啊，帮帮忙吧。喂，小伙子，人家车子坏了，你好意思不帮帮忙？这有什么？哎，下来吧。下来吧，快下来吧。哎呦，这就好了。谢谢你。没什么。老叔，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？谁呀？剑川的阿鹏啊。我不认识啊。那么您是？我是来看赛马的。哎呀，请快出去吧，就要开始了。好。好了，上车吧。父亲三代都是铁匠。哪儿的？剑川的。糟了，不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我急得那个样。哎呀，他的东西都丢这了。金华姐啊，看他的东西都丢下了。哎，回来回来。小花别喊他了，咱们去给收拾来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赛马的。这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，没跑，他专捡最难的嘛。哎，没想到这小伙子马蹄子这么好，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，他会捡的更多了。哎，菊花姐，又来了。你的马骑得不坏呀，啊，骑得不好。嗯，好，你真有两下子，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。小伙子，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，啊，我告诉你呀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是一个好骑手，可是现在呀，我老喽。
不中用了。响铃声，阿妹送我金火把哟，可是有情人哎哟。三代是铁匠，练得好钢修不生，可心似钢最坚贞，没磨错看人。送把钢刀配美身，钢刀便是好见证，苍山雪花洱海干，
难这好当人。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，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，是不是啊小伙子？不过这个姑娘真怪，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，可苍山这么大，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？嗨，妙就妙在这儿，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，要是你真心，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？我也不知道。李同志、孟同志，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？我们打算跟你一样，走遍苍山，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。那太好了。哎，那是干什么的？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，又出海捞海肥去了。哦，捞海肥原来是这样。大妈，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，又年轻又漂亮，是吗？她就是我姑娘，如今出息了。她去年当了模范，记者又写文章，又照相，还把她比作什么？苍山脚下，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。山茶花。大妈，她叫什么？她叫金花。哎，金花。哎，哎呀，她这是怎么了？她就是来找金花的。左边点。哎，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？镰刀掉在海里了。哎，左边一点。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？有啊。她在哪儿？那在那边水里呢。金花。啊，干什么呀？金花在这儿吗？哦，在那边。
金花，我在这儿呢，干什么？你是金花？是啊，你是谁？找我有什么事情？我找错了，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？你找哪一个金花？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。哦，是她呀，一个很漂亮的姑娘，是吗？她在畜牧场呢。谢谢了。没什么。对不起。嘿，姑娘反正跑不了啊，看东西掉了，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？行啊。哎，同志，等一下，我的船要划回去了，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。这是为什么？他准是弄错了，我女儿啊，她去年就结婚了。怎么办？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，回来再找他。同志，哎，同志，请问社长在不在啊？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。副社长呢？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。同志，哎，同志，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？责人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吧？什么事儿你就干脆说吧。我们是打长影来的，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，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，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。啊，要车呀。嗯，行啊，海边上有的是车，圈里边啊拴着有马，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。老同志，我们不会赶车。不会那就困难了，现在农忙啊，缺少劳动力，要不然呢，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们先到海边找到那个小伙子再说吧。副社长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工程队的同志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我不知道，你快去吧。你们找我？副社长，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。你看，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，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，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。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？才三个队。好吧，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。
真的？什么时候来？马上就调。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。好，走吧。怎么了？机器出点小毛病。马上就好了。副社长，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？打官司来了。你们俩呀，走，到社管会去谈吧。阿鹏同志，找见了没有？弄错了，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。刚才啊，我也听老大妈说了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马上走，到畜牧场去。马上走？怎么？嗨，搁浅了。社里有车有马，就是没人敢。这容易。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？我们来采访材料的，先到哪儿都一样啊。那咱们一块走吧，我给你们赶车。怎么，你会赶车？翻不了。呵，走，套车去。走。两个黄毛丫头，怎么就是你保守粗粹？那你忙干好。副社长回来了。哎，老叔你怎么来了？我送菜秧来了啊。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。地里活忙，人都下地了。再忙吧，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。要不是我来呀，好多事儿都耽误了。是吗？那可不。哦，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，这是。老叔，从长影来的两位同志呢。啊，我也帮你打发了。打发了？嗯，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，洱海旁边有车有马，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。哎呀，老叔，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人家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。你快去找找吧，一定把他们请回来。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。找找吧。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？真糟糕，总爱管闲事。怎么样，还闹矛盾吗？四保守。你忙干。你们两个人呢，一个是炼铁技师，一个是炼铁组长，可就是闹意见，又要吵又要好。哼，我才不跟他好呢，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。哎呀，又怪我。你的矿石呢？矿石不好我去找。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。呵，说的多容易，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。你就是看不起我。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？累也怪他。副社长怎么样？人没了。哎，看你。这里的山歌啊可太好听了。
前进呐、啊，草药不为种，一还要，还一还要，还要，还一要，还一还一还要。哎呦，怎么了？鱼。老爷爷，摔坏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老大爷，您怎么了？哎，人老了，腿脚不灵活，摔倒了。老大爷，你老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？哎，这是个宝山呢，到处是药材，能让他待在山上，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？哎，这一跤摔的。哎，算了，明天再上山挖吧。这怎么行？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、啊！哎，算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你不能下去，危险呐！不要紧。阿鹏，当心呐！真是个好小伙子，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。哎，这小伙子是哪儿的？他是建川来的。哎，小伙子，上来吧。小伙子，谢谢你了。今年多大了？21了。还没有成家吧？老爷爷，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？能啊。老大爷，啊，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？不用了。你们到哪儿去啊？我们去畜牧场。啊，路可不近呐、啊。要不今天别去了，到我家住一夜吧。不了，我们有车。啊，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，有公事在身。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，我就住在社管会。谢谢你，我们回来一定来。哈哈，你也一定回来。好，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，谁都知道。好好，我回来一定来。好，再见了。真是好小伙子。哎，同志，同志，请问你，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？是啊。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，她在哪儿？她在村里啊，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。村子离这还有，前面就是。哎，快赶吧，马上就能见面了。哎，你们是来找金花的？是啊。你们找她干什么？金花是他的爱人，去年约好，今年来见面了。驾！鱼。同志，这是牛产房吗？啊，哎，同志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你没见人家忙着呢？哎，同志，同志，这不能参观，你没看见牌子吗？我不是参观，我来找人。找人更不行。哎哎，金花姐，快来！哎，怎么，碰钉子了？不让进。给你。不，这不好。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，准会出来的。
蝶飞来山岔开，去年要回今年来，歌声喊话话不已，莫使花开白，爱情难尽风和霜，歌声歌水难相忘，唱歌山歌让国强，没有放心上啊哟。真怪，咱们在这忙得要命，他都跑着唱起情歌来了。调子好唱不唱两眉，人家工作你繁忙呀一哟一，身子该苦卖三年半，谁也看不上哦，谁也看不上哦。山歌唱得急着狂卖，嗓子三大太阳王呀一哟一，马虎小花你不配卖，莫再乱嚷嚷。去年定情蝴蝶泉，金花月我今年见，不是金花莫打枪，金花快露面，不是金花莫打枪哟，金花快露面。金花姐，是你约他来的？我。嘿，哪个有你来相见吗？胡言乱语瞎白眼，自作多情真可笑。嘿，泼水把你脸。什么的？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。我就是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？我找错人了，对不起。你在干什么？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。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，还说呢，都是你出的好主意。哈，阿峰同志，对不起，没什么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哪怕走遍苍山，我也要找到他。对，阿峰同志，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。
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想什么心事？没有，没想什么。你这孩子，呵，又秀微腰呢。人家绣这么漂亮的围腰，都是结婚用的。金花，嗯，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？爷爷，看你又说这些了。我不说，还有谁说呢？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，可你呢，整天就是工作工作，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。得了，爷爷，别说了。哼，我偏要说说。就算你眼高，社里的人挑不上吧，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。爷爷，好好，我不说了。我今天采药回来，摔倒了。摔坏了没有？没有。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。爷爷，看你，又是小伙子，小伙子的。要没有那个建川的小伙子，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。他呀，攀山过岩，嘿，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。这个建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？陪两位专家办事啊。办事？他叫什么？叫什么鹏？他们现在在哪儿？到畜牧场去了。怎么，你认识他？喂，畜牧场，找金花。是社管会，金花，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？和一个白族小伙子，是你们来了吗？有啊，可，哎呀，真糟糕，我泼了他一桶水，泼了一桶水。他们现在还在吗？不在，已经走了。知道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你要找他们？不不，走了就算了。再见。阿鹏同志，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。本来嘛，一学就会，好极了。这以后啊，嘿，嘿，嗯。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，停鱼，嘿。你们的车怎么赶的？快点让路，快点让路，快点。出了什么事儿？几位姑娘进了山，一夜没有回来。嗨，你们快让路吧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嘛。上，上。阿鹏同志，你上哪儿去啊？人家出了事儿，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。那我们啊，山里容易迷路，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，我一会儿来找你们。好吧，我来赶车。老李，嗨，放心吧。对对，同志，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？金花。金花。啊，
老李，我看算了，咱们别走了。嗨，不要紧。哎，经理，哎哎，站住，站住，因为，得了，再怎么地呀，我也不坐你的车了。那我们，你把车拴上，还是等阿鹏同志吧。啊，不要紧，你不用说服我，怎么地我也不走了。建川的，你找我？不不，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？哦，我们是来找矿的。你看，到底把矿石找到了，就在这个洞里。啊，这矿石质量好啊。怎么，你懂这个？我在公社里炼过铁。哎，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？我估计能有60%。给市里打电话报喜去。等等，同志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你，金花同志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？我也说不上，兴许有100个吧。100？嗯，你要找的金花，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也说不上来。那就难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，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，也许社里能帮助你，好吗？好吧，走。金花，呵，来得真早啊。哎呀，你还笑呢，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。你急什么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呀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破石头啊，哼，我看也不一定炼出铁来。呵，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，都成破石头，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，含铁量能有60%。这矿石质量好啊，保证能炼出铁来。那就试试吧。哎，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。啊，我们走了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我们有事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
老孟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？啊，完了，就完了。唉，我算是失业了。喂，我再也不会失业了。有了这种好矿石啊，我保证能炼出铁来。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？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。好师傅，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遇到了一位建川来的同志。什么？建川的？对，他还有事要问你呢。好，快说话吧。嗯。喂，社长同志吗？是啊，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。你是？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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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伐木厂，伐木厂。喂，是管会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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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玉玉，糟糕！伐木厂。好吧。